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 IPFS。IPFS, The 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, 又称星际文件系统，是一种点到点的分布式文件系统。IPFS 与传统的 HTTP 协议等中心化存储的方式不同， IPFS 实现了真正的分布式存储。用户需要在 IPFS 网络中储存一段视频，这段视频将会通过特殊的加密算法被分割成若干个碎片，分散存储到世界各地的存储器中。 IPFS 的容错机制会保证数据被复制了足够多数量，并且存放在不同的地区。即使某一地区的数据因不可抗力完全被毁，通过其他地区的备份也可以完整恢复数据，这极大地保证了存储在 IPFS 上的数据的安全性。抖音